看第一次啊，他说现在有个抛物线啊，啊要求什么呢？抛物线上的一点的切线方程式。好，啊这怎么做哈？我们先把哈，通过这一点切线的斜率把它找出来，就给它微分了。哦，微分的话就是啊，就斜率嘛。哦，这等到啥呢？哦，切线的斜率 ，y 给它求导数，这2x。啊，减掉一啊，然后在这点上面嘛，所以哈、哦、，x 哈、哦、给它带多少呢？带3，所以就是3 6 6减1是5，所以切线斜率哈、哦、是，那就用点斜式嘛，点斜式 y 减4等于斜率5 x 减3。好，那我给它呢整理一下啊，整理一下的话就得到什么呢？得到这个是5x 哈，啊减 y， 啊等于多少？这是负15移过来变正15，15减4的话是11啊。哦，通过切点的切线方程式。好，啊再我们看第二小题，他说过这一点，啊这一点是那个抛物线外的一点。好，啊我假设哈、哦、切点哈、哦、是sy， 哦假设切点是 sy 啊。那么它的那个斜率，这个东西我们随便画一下，把这个抛物线，把这随便画。它假设 P 在这里，好，那么它要求什么呢？求这个切线方程式。好，那求切线方程式的话，那我假设切点哦是在 SY 啊，它 SY 的话满足这个方程式，那我就给它带进去，带进去的话，我就叫 S 零 Y 零啊。这样的话才不会搞不掉，那所以它这个切线斜率哈，这第二小题，切线斜率哈，这是 m s 零，就等于多少？ 2 s 零哈，减一啊。好，然后再来的话哈，这一点的话哈，它满足什么？所以它的那个切线方程式叫多少？这一点是负3，哎，负13嘛，那我用点斜式，一样用点斜式。就 y 加3、哦、等于斜率是 2s0 减1、哦啊、乘以多少？乘以 x 减1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方程式的话、哦、它通过哪一点、哦、就是这个直线方程式，它通过哪一点、哦、通过 s0 跟 y0。那 x 0跟 y 0的话、哦，满足这个方程式，所以我就把这切点呢带进去。切点带进去的话，哈，这 y 是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这个，就 y 零啊 ，y 零就 s 零平方减 s 零减二，所以就得到 s 零的平方减 s 零减二，再加3，我就等于多少呢？这带 s 零，2 s 零减一。S 零减一，好，那我要展开，展开了等于多少？这个是等于2 S 零的平方，减掉交叉项，交叉项是负3的 S 零，啊再加一，好，那把它移过来，这个到这个是加一哈，得到多少？得到这个是写在这边的 S 零的平方，好，2 S 零平方减掉这个。然后这个是负3，负3加1是负2，负2 S 零，啊这一嘛哈，啊这是一，所以可以消掉，所以就没了，把这个跟这个消掉，就等于零，所以它有两个解的，这两个解的话当然是有可能的，就是说这抛物线的话可能是这样子嘛，啊这个的话呢 P 在这里，可能这里有一条，这里有一条，所以两个解是有可能的。所以的话，这个是啊，这个是 S 零哈，等于零哈，或 S 零等于二。好，那当 S 零等于零的话哈，那么这个斜率就等于多少？啊，斜率哈，带零的话就等于负一。那么它的那个方程式哈，就多少呢？叫做 T 哈，就是 y 加3，啊，点斜式，斜率嘛，一点。等斜式，
那负一斜率嘛 ，x 减一啊。啊，另外一条的话哈，斜率多少呢？是带多少？是带二。好，另外一条 ，m 呢是带二，还是零带二？带二下去的话，带二下去，四减一是三的，哦，四减一是三，哦，这是 y 加三的哈，等于多少呢？三 x 减一。把那里稍微把它整理一下，整理一下的话，这 x 移过来，就 x 加 y 啊。我们看这个是怎么写，s 加 y 哈，然后等于多少？等于这个多少 ？x 加 y 的话是等于多少？是等于这个是，这移过来嘛，这是正一啦，移过来，这负二，或是把它移过去啊，这是加二啊，等于零的。啊，另外一条啊，这多少？把 y 移过来啊，三 x 减 y。这是负三，负三减三是负六，等于零。啊，上面的话，这个是斜乘的，等于六。所以呢，总共有这两条直线。那这两条的话，都是通过这一点哦，在什么呢？这个曲线上面的一个切线。所以它切线有两条。